输，但是自己把自己20-5，就直接下去，砰一声，就是突破不了他的拦网。是，我想他除都是举球员在处理的嘛。是，那举球员你常常有拦网成功的经验，这个感觉比较轻松啊，随性。二次的技术暂停。今天的赛程，中国队上哈萨拦一次快攻。对。非常中间哦，身高够高了，手张在那里已经比网子还有一个190公分。那个快攻是移位当中举快攻来打，对。中国队在这场比赛的第三局，没拿下，没拿下一分，哈萨克真的是非常高兴啊！当然，觉得体育馆来进行，欢迎所有现场来为中华队加油。那非常感谢洪少侯老师为我们做的讲评，也感谢。